人养育三年，育养人一生。进来的各位老铁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欣赏的是一个和田玉的手镯加一个镯子心，利润中间的镯子心雕刻了一个平安扣。如果你们也喜欢这种高品质的和田玉，能否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，每天带你们了解更多关于玉石方面的小知识。